咱对水果的部分，包括香蕉、甲安尼柳丁，啊，香蕉的部分，因为我想合作社这边介愿意甲农委会做伙配合，阮通路起来救出来了，尤其是内销的通路，我想迄个上级店的介绍会愈来愈好。后尾摆大家应该看到这个成绩吼，这是第一个说明。第二个是柳丁，我想柳丁已经要开始采收吼，啊，尤其是讲按足侪柳丁农拢讲反映。二三十年来，柳丁的介绍拢比市伫迄个10块、12块，但是成本已经增加足多吼，所以我伫遮有啦，所有的柳丁农吼来保证，农委会用柳外销、柳加工，甚至较歹的物件的迄个刺激品的处理吼，我当像以我安尼同款将介绍柳好，所以伫遮我已经会叫农民署吼随时看安尼柳丁的介绍的开盘。只要这个盘开出来水的时候，我想阿爹会愈来愈好。这是今仔日强调的目的。嗯，好，谢谢。接下来，啊，最主要是替咱讲起农民要做什么代志？最主要也是啊，过去的金州农甲柳丁农有真侪即个对介绍即卖状况啊提出真侪即个反对的意见啦吼。啊，当然今仔咱特别国家主委邀请来咱贡献乡啊，即撮来已经超过17撮、18撮对啊吼。啊，最主要是甲金州介绍会当透过即内销，互伊价格当救起来，搁较稳定吼。啊，至于柳丁的部分，无主要是农委会毛听到咱的意见。密切注意，啊，绝对会当密切注意啦吼，密切注意吼，啊，会来，互咱今年的柳丁的价格吼，会当维持一定的这個水平，吼，大家最起码会当有加淡薄这個收益个对吧吼？我想这是农委会责任，啊，咱一直督促农委会，啊，相信今日农委会主委吼，甲农粮署的分署长吼，拢正赶紧，是咱一两天间联络联络落来吼，所以我相信咱这金州人也好。啊，金州龙也好，啊是柳丁龙也好，吼啊，应该会当对咱农委会有一定的信心，啊，我嘛密切继续来督促。Okay. 好，